那么 Jeffrey Sachs 这位先生，他是在全球重大议题上面是很有研究，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宽广的一个视野，但是他的研究当然也有很多争论，这是不是这他提到了二十一世纪形塑，二十一世纪有六大因素啊，或者是趋势。第一个他说人均所得的共同化的时代，这个东西这个、也很有争议的啊，争议的 convergence。那这个趋势似乎看得见，但是这里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第二个是人口增加，所得提高。那所得提高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幸福指数提高呢？是不是代表大家的生活是真正水准提高呢？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第三个，确定的可以看到的，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亚洲时代是来临了。第四个，都市化的世纪来临的。第五个，环境的挑战持续会在这个世纪。是一个大问题。最后，最贫穷的十亿人口的 bottom billion， 最贫穷十亿人口和整个贫穷的陷阱，包括粮食危机，这个是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影响全世界，而会形塑到二十年以后世界的一个发展。我们面对两种威胁，一个是来自于对岸的，一次是来自于大自然。那对岸对我们威胁不是一般所想象的，诺曼底登陆打我们、摧毁我们，不是，是另外一种威胁，主要就是。北京对美国的大的战略下面，我们会有一些效应。它大战略是很有技巧的，也就是以合作为主，斗而不破。它的成效是使得美国的里面有些人认为要调整自己，适应中国的崛起。这些人的声音越来越多了，所以将来对我们会有冲击，尤其是军售的问题。那么另一种威胁是来自于大自然，也就是说，大自然的灾难呢，种类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趋向重合。我们的人口政策非常重要，我们的人口、我们的居民素质影响到我们的内需的市场，也是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子建立足够的研发创新，然后呢，产生一个在整个的这个亚太的这个分工里面来讲的话呢，台湾的一个地位。而使那个台湾成为别人一个小而矜持的一个国际地位。OK， 谢谢。台湾的国际策略大的思想就是要得道多助，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在国际分工上，在经济上，我们要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要扮演全球新兴产业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在这个开发全球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上也要扮演关键角色。我们在国际社会里面呢，要发挥建设性角色，就像刚刚张总讲的，我们要想我们怎么去服务他人，我们要能够利用我们的科技知识来协助解决全球的跟区域的各种议题，包括环境的、能源的、粮食的、卫生的、疾病的、数位落差，还有生态失衡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把我们自己问题先解决好，我们要能扮演促进区域和平跟经济合作的角色，我们要协助化解大国矛盾，而不是我们要引导和谐，我们不要制造问题，不激化矛盾，不要成为其他人的负担。而且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巧实力，我们要运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现有的优势，而且还要强化它们。我们拥有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我们能够在生产的网络里面能够进行资源整合，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发挥我们的语言、文化跟宗教的这些传承，这些都是我们的资产。我们的历史渊源也是我们的资产。我们正好因为历史原因，我们跟中国大陆、跟日本、跟美国都有一些特殊的关系。那么未来我们可能参与国际社会的非常重要的尖兵，是我们的企业，是我们的民间组织，以及我们的学术还有这个科研的单位，而且我们要懂得如何避开自己的劣势。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主权议题上硬碰硬，我们可能要重实质轻名分，而且我们可能要避免掉入大国对抗的漩涡，不当战略棋子，而且也不能把过多的资源耗费在军备竞赛上。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的归纳。那未来的话，二十年我们一定要开放性的思考，因为两岸关系现在从这个斗争转到这个又合作又斗争的阶段，这个问题我认为将来是两岸要来拿来处理。我在这边特别要说，在台湾很多人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哎呀，什么事情都要跟大陆商量，这个好像这样是错的。我个人不觉得，我觉得跟他有关就要商量，跟他没关当然不需要跟他商量。所以
这个国际空间是要靠多方面的努力，我们跟大陆相关跟他商量，跟国际相关跟国际商量，跟都有都相关就都商量，那然后我们这个多这个多得到多助，我们大家尊敬我们，大家喜欢我们，然后认同我们，那我们国际空间就慢慢开了，那不要去给人家找麻烦，多交朋友，朋友多多敌人少少，自然就好，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努力，不我们自己观念上也要改，不要以为说跟什么有关就不行，跟那个就不行，这样，谢谢。我想刚刚 有人谈到所谓的这个文化的代表性问题，我想这个我想对这个主题稍微谈一下，在谈之前呢，我想问各位几个问题。我讲胜利女神，各位想到是什么？应该是纽约吧。胜利女神是法国人做的。各位谈到领带，领带，各位知道领带哪里来的吗？哪个国家的吗？我们每个人都戴的，捷克。所以说，什么是文化的内涵？什么是什么文化的代表性？我们已经非常的非常的 confuse。可是我是觉得重要一个东西可以长期留下去的话，是它本身的内涵。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希腊的哲学人就在看它，我们的论语人就看它，是因为它有内涵的。我们台湾不要担心说中国大陆或者任何东西来侵犯我们的。如果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在人在台湾的人，我本身有它的内涵，我们文化是不会被侵略的。可是 on the other hand，如果我们全部都是 superficial 表面上的东西，只是改变这东西一些 glittering 的东西的话，对不起，我们是没有内涵，我们文化会整个被 wipe out， 所以不必担心我们会不会被人家在文化上被侵略，不会，我们的文化主权会被 taken， 重点是要了解我们是谁，我们可以给的内涵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不会被 wipe out。